解决，对，解决啊，读一下。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，解决问题。我们解决了一个新问题，对，这个是什么？把什么是一解决？件事把一情。件事情或者问哦，题做就出问来，题做出来。哎，就叫解决啊。嗯，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是，是啊，它就是 to try 读一下。谢谢。考试，必须。有些。事情，我们只有试一下才知道。对，好，这个是什么？精准，好，读一下。只有真正喜欢，才会努力去做。哎，什么是真正啊？你知道真的吗？真的不一样，知道，他们俩是一样的。真哎正，呀，但是呢，真的是，口语，对，书面语是真这正，么远，他们两个是听一着，样的，真的和真正啊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多么，哎，读一下。多么难得听。只要想去做，就能解决。对，就从这道题，啊，就道题多么的难啊！对，来，再往下。他多么喜欢哪个大排球的女孩？对，他多么喜欢那个打排球的女孩儿啊！什么是多么呀？赔钱特别，哎，非常特别，它就是多么啊！它是一个口语啊。好啦，我们的 HSK3 结束了，我们下个星期考试，然后这个星期我们要复习，啊，要复习，明天继续上课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天，从明天，开始复习，对，不是对，然考后。试，下个星期一我们考试，好吗？对，嗯，好，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